Have you ever felt alone? Have you felt like giving up? Maybe you just lost motivation to live. I wasn't ready! 看他没手没脚，也没有太多烦恼，又还能悠悠画廊大鼓上电脑，到底他怎样做得到？来看看听他讲就知道，没有脚他却能够全世界都在跑，没有手他却能够给别人拥抱，却还能逗人笑，太奇妙，看到他会想到原来我过得很好、哦、看他没手没脚，没有烦恼，只有逍遥，还能高尚，如何做得到，还能带给别人欢笑，让他们都知道生命有多美好，所以甩开烦恼，不要烦躁，不要计较，不要比较，找回却还说没衣服穿，喝咖啡不加糖，面早餐，因为总感觉到自己胖。无论上学上班，在家或走在街上，都在路旁给予的评语眼光，到底要怎样才能勇敢？来听听 Mr. Nick 怎么讲，再想想看。山川